睇翻第六章第十九至十一节，我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受坏，有贼挖掘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受坏，也没有贼挖掘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好啦，咁再翻翻嚟咧，去讲翻啊，就系话喺我哋教会嘅弟兄姊妹，又或者我哋被提咗之后，你听我哋呢啲信息，因为咁变咗呢一个所谓俾你嘅一个嘅 offer 已经冇咗噶啦，因为教会就咁被提咗，就已经冇呢个 offer 噶啦，你就你唔使翻嚟啦，你喺边度听紧呢个信息，你就继续去吓爱主啦吓。但系问题咧，亦系因为咁咧，所以你要检讨翻嚟紧日子，你可唔可以做得更加好啊？当然啦，喺外面教会嘅你可以做得更加好嘅，就如我所讲，现时我哋仲喺度嘅话，你即刻要翻嚟。因为咧，好短时间当中，我哋人数过咗某一个数目，我哋照顾唔到咁多咧，我哋根本唔能够话绰绰有余底下兼顾我哋嘅性格，同埋兼顾我哋自己嘅侍奉底下去进步嘅话，你嗰样拖累我哋喺信仰上嘅质素嘅话，我哋就会唔俾咁多人翻嚟噶啦。但系问题而家系讲紧嘅就系我哋自己教会里边嘅弟兄姊妹，或者你听紧而家我哋已经被提咗嘅呢啲嘅弟兄姊妹，你究竟可以有咩改善空间？有啲乜嘢改善空间，使到你尽快能够真系睇翻事情嘅真相咧？你而家我讲紧俾你知就系话，你一定要睇唔系事情开始，你睇事情嘅终局。事情嘅终局有边个好得过主耶稣基督？佢可以死咗之后，然后从死里复活翻翻嚟，讲翻个事实俾你听咧。而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当中讲嘅最详细嘅呢一啲嘅教导咧，咪就系启示录咯。启示录咪讲紧呢样嘢啦，讲紧为你天上里边嘅呢一啲嘅户口里边所拥有嘅呢啲主动积极嘅祝福咯。而事实上呢啲嘅祝福，当你理解咗启示录讲紧乜嘢嘅话，全本新旧约就突然间贯通晒啦。咁你就知道点解神创造人啦，其实用乜嘢方法，赏罚分明底下咧，去选择喺天上咧唔同嘅生命同埋唔同生物啊，佢哋嘅参差程度咯，就系我讲生命嘅形态嘅差距啦。呢个就我哋根本喺上两个礼拜嘅时候，大家分享咧，就是、生命嘅差距，就喺天上嘅差距，就系而家你决定紧，你嘅内心去决定紧。因为我哋嘅神系唔系监察人心肠肺腑，佢亦有冇做紧咧？有，佢系咪照住各人嘅行为去报应各人咧？系，但系呢个报应咧，系讲紧咧活喺呢个世界同埋死后永生嘅时候嘅报应。咁而家你全部，我相信你贯通晒啦。既然系咁嘅时候咧，其实我相信系时候咧，同大家去慢慢分享咧，其实神系点计数嘅？有啲乜嘢你可以即係以我而家所讲呢，抽离咗嘅观点，以神嘅观点去睇緊神俾我哋嘅想法係点计数嘅。但係所以变咗我哋先由一个开始，就係点样改善呢，使而家做得最好呢。嗱，当然有啲人呢，佢根本可能由细到大都未试过话做一啲好决裂嘅决定啊，又或者甚至叫做有深度嘅决定，全部都鲁莽嘅。咁我唔係讲话哦，你而家好鲁莽咁去做㗎啦，咁跟住然后崩溃，跟住又放弃。唔系，我唔系想咁样，我要你系真系咧，按住圣经讲，好有策略，好有思维做，就好似我过去咁多年，譬如好似我今日坐喺度同你讲嘅时候，我唔系话我已经做咗卅日啦，我所以讲俾你听，唔系，我做咗35年嘅，所以变咗我讲俾你听就系话，以一个过来人身份同你讲，就行呢条路咧，我唔系见到好多人跑得到噶，你知唔知啊？好多都跑跑下跌低嘅，而跑跑下跌低嗰啲咧，仲要系我一路扶住佢咁多年，佢都跌啊，佢有本事。日华梁日华扶住呢啲人啊，佢哋都有本事跌。你知唔知道啊？即系佢世界上可以仲揾边个喺属灵上面可以帮佢扶住佢啊？系咪？所以变咗我而家讲俾你听嘅系我自己经历过，我亲眼见过，而我跑到今时今日，我以自转方式同大家分享。我相信去到呢度，你发现哇，如果我唔系讲呢个自转，即系好似类似呢一啲内心嘅说话，都冇机会同大家分享啦。因为呢啲系即系我自己内心嘅领受，同埋对自己内心嘅鞭策。咁而事实上，我而家分享到呢一度，如果你突然间今日先至听我自转嘅话，咁真系你可能觉得哇，完全抛离到你唔系好知我讲紧乜嘢啦，系咪？因为如果你由我开始出生长大过程当中，即系栽在嘅呢一个嘅关于自转嘅第一篇听起到而家咧，我相信你就会明白多啲，你会明白我嘅喜好，即系我唔会有所谓个人喜好，我冇嘅，我冇个人喜好，即系话我唔系我特别会憎某啲人，我又话你常常讲呢啲牧师你憎咗佢，冇，我冇个人喜好嘅。我憎嗰个咧，就一定系绝对系神憎，你唔使谂，你千祈唔好谂。哦，呢个又话睇唔到，或者哦呢个又话自己嘅情绪。如果我有嘅话咧，我就唔会一日都冇偏差讲到呢啲嘅题目啦。
你明唔明啊？好简单啊！啊乜神唔系爱世人嘅咩 ？OK， 但系问题你要记住啊，神系憎恨罪嘅。如果你唔单止系罪，并且系罪人嘅话，咁点啊？咁你会落地狱咯，就咁简单。所以变咗你记住啊，我完全唔会话针对你个人而讲，或者针对啊我个人喜好，我冇个人喜好嘅。即是对于行真理与不行真理，或者对于政党或者什么，我不是说 我有个人喜好喜不喜欢奥巴马。神憎了他，我就会照讲给你听。神说那样东西错，我照讲给你听。我行这么多年去到今天都是这样的了。OK? 而事实上这个也是你要懂得用这个方式呢去看这个世界的事。应该 suppose, 应该假设来讲，没有我在这里应该要这样，都已经是这样。好了，如果现在我已经讲给你听，有这样的知识，这样的智慧，哦，你还要等一万个证据。咁你唔使等啦，我未必有時間講到咁多，喺淨係嗰點當中講一萬個證據俾你聽。我講係就係㗎啦。OK， 我亦冇個人嘅喜好，唔係因為我個人識呢啲人，而係神係憎佢哋，神話佢係錯，咁我只能夠話俾你聽佢係錯。OK， 而事實上，我相信聽到而家你發覺啊，即係其實原來當年我睇呢兩節經文已經係有咁多要同大家去分享。咁所以變咗我唔能夠每一點同你分享，但你要記住，梁日華呢個人佢喜好同埋唔喜好咧。我是直接将神的心声讲给你听的。我没有责任跟你逐点去慢慢解释，因为我要侍奉神，我亦要每一天都要按着神的给的感动去分享这些信息。如果所以你听到有些我的喜好关于政党或者政治或者香港的谁属谁非，你觉得接受不到呢，你可以凭信心信，但是呢我差不多可以肯定来紧日子一定证明你百分之百错的。这个就是我今天可以话给你听。当然你觉得可能很夸张，但是这个在乎你，不过只不过我就要正视这件事这样去讲给你听，因为这个我不是百分之百相信是这样的话，我都不会这样讲，是吧？好了，所以变成现在我所讲就是说，其实我很多都是站在神的立场去看这个世界的，包括真理，所以变成我能够理解这些圣经，还有为什么会可以对全世界会发生的事分辨回全世界，很多人众说纷纭，为什么会信这一批不信那一批，咁多个当中我会指定去信某一个嘅呢啲嘅预测或者 webbob 呢，原因就係我对圣经嘅认识啦，对圣经嘅预测啦，对好多呢啲嘅资料，因为圣经係大围㗎 ,ok? 但问题好仔细嘅神係让我哋係有理性有理智，按住策略底下用智慧呢去行事㗎嘛。呢、这个就係神要我哋成长嘅地方嚟㗎嘛。咁所以先至你会睇到到而家嚟讲石安喺边一样呢，你无论讲下医学啊、科技啊、政治啊、经济啊、关于天气啊、天文啊、地理啊、关于星座啊，关于边个及得我哋啊？系咪对圣经两者融合嘅解释，同埋对全世界，无论系过现在、将来，有啲人甚至连历史系乜嘢都唔知，系咪？因为历史俾人改写咗嘛。但全部嚟自咩咧？全部嚟自就系神嘅七眼啊！全部嚟自就系原来当初我开始信主嘅时候咧，我系能够懂得抽离企喺神嘅立场去睇呢个世界嘅事。所以我尽量讲好多嘢俾你听啦。我不能够每一点都跟你解释去驳斥的，所以如果你觉得我错的话，那你收埋先，即是对于人士对于政治有些我不识的人的看法，你觉得我错你收埋先，我可以保证你将来证明你一百分之百错的。如果你不照这个看法的话，甚至会在你生命当中有一些会扭曲了的，因为就好像过去三十年里面我很多都讲不晒那么多，但我起码能够起码给了个方向你们一起去跟，到跟到今日我能够有机会去解释，感谢主啦，你知道自己以前哦，原来跟到现在得到那么多奖赏。但问题就是当然如我所讲有些未到解释的时候，你已经信你已经做，你在当中会体会到那个智慧，还有慢慢听到神的声音，你知道为什么会这样讲。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十九至二十一节，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兽坏也有贼挖掘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兽坏，也没有贼挖掘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献感恩祷告，我将心意尽诉，常献上常存敬拜，每天求神引导，盼为神作善功，我心倾出美好，怀中箭那管困难，永不有疑惑去到，心决定靠着耶稣，
往永生路途，凭着信心前往，踏过巨浪波涛，心自然每日行切祷告，愿能前逢好一生精彩美好，被神恩典然靠着我主应许显宏图。